千年前，有个叫康姐的人，他为皇帝做事，在宫殿里，皇帝驾到，我是皇帝，传康姐，叫康姐进来串康姐。I love that. He's so funny. Just project Nick. He's got the voice for it. Use your big boy voice. He can do it. So this is her mom. Just kidding. So does that music have? Oh, I've met him. He's cool. Just did it. It sounded like it was working.
这很容易，我看动物的脚印，您看这是兔子的脚印，那是狐狸的脚印。等一下，请你再说一遍。我说，我看动物的脚印，怎么了？对对，对极了，我怎么从来都没有想到呢？动物的脚印，脚印，我可以画动物的脚印，我也可以画动物。你在哪儿做什么呢？我在画画，既是兔，既是鸟，既是鹿。我这些做什么呢？或发生的事情，不对，是记录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嗯哼，一件大事。什么大事？我也说不清，反正我得多多谢谢你。谢我什么呢？你可真奇怪。汤杰一边走一边仔细观察他周围的事物，不知不觉他来到了大海边。大海边，哎呀，我捉着一只海龟。老人家，这是什么回事？这只海龟太重了，你帮我拉一下，可以吗？可以可以，我来帮你啦。谢谢。你看，这只海龟背上的花纹很奇怪，好像画的是山和田。真的啊，只是好像的山。哪儿好像是田？有意思，真有意思，我怎么从来都没有注意到呢？我有新办法了。大人，什么新办法？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我想说你真让我高兴，多谢多谢。不客气。汤姐继续造字，他白天教纸，我却也教纸废寝忘食。这是山，这是水，这是路，这是鸟，这是月，这是日。皇帝是海边的渔夫，和森林里的猎人启发了我。汤杰因为群众的智慧，造了很多很多的字。他死后，人们继续造字，就有了今天独一无二的中国文字。为了今天早节，一位中国火车在唐杰的小上山伯罗四只眼睛，意思是说他看见了
see.